啊，感谢英英姐啊，咱中间，我想咱真侪拢有接到伊啊，定定有咱真侪伊研究的资料。即下就是伊学过来，啊，当然不包括这个啦吼，定伊拢会给咱真侪资料。今仔日的这个 presentation 主要就是咱知影英姐伊对伫这家古文的研究真有兴趣吼。大概伊甲阮分享讲到伊对这个中间，包括圣经内底一寡的影响，伊真热心吼，拢会招人来，这是。总是吼，大概摆拢有迄、那个。assignment 吼啊，我无好啊，认真准备吼，啊，即卖像用爱毕业考之类的，还是等一下吼，讲了无清楚，也是无真正确吼，请咱会多包容吼，啊嘛，请迄个英姐再搁补充啦吼，啊，咱有啥物问题再来问。我想这是今仔日咱的 presentation 的一个声呐，有这个 presentation 吼，的一个原因吼。我想开始进行咱三间的祈祷。先来祝感谢你，好，你使伫个你的圣殿、你的圣会，伫个你的圣日，阮三个组织，有求你将阮所学习的、阮所听、阮心内的感动，将做是阮的快乐，将每一天的路愿意谦卑来跟随你，感谢主求你。圣神感动在，保守阮下面的时间，阮所想的，阮所研究的，阮所分享的，拢无超出伫上帝你的旨意，引导阮来学习，看见上帝你伫这个历史的中间，安那来保存，安那来陪伴，阮感谢，祈祷保守所有，阿门。我想今天的题目，我给题目做是为世道跟随哈，对波学西到的观点哈。我用这个题目哈，附题就是讲对甲骨文的研究，然后来学西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哈。当然，这一切拢是因着伊的 study， 伊愿意甲咱运用，阿唔甲咱运用伊真谦卑啦，伊讲我较贤讲啦。伊较贤研究，我较贤讲啦，我出嘴啦，所以请我来讲吼。所以有啥物问题啥吼，咱拢会使尽量来发问吼。卫士吼，咱讲的卫士，你是卫士中文台的卫士啊，卫士吼，无熟悉。好，咱就想着，我们在咱就想着第一个想着，就是迄个波罗伊伫雅典的时阵。伊伫遐甲遐人伫个辩论即个福音的时阵，咱也会记伫个迄个《使徒行传》17:23，伊就讲，伊要开始甲遮人辩论的时阵，伊就讲，我伫游行的时阵，我伫恁遮咧看的时阵，看恁所敬拜的，拄着每一座坛吼，顶面拢有写无同款的人，有一座真特别，写讲会士之神。就是讲我唔捌的，诶，这个神，啊，咱知影雅典迄当阵伊啥物神拢捌，哦，是真多神的这个环境，哦，啊，波罗讲，哦，连有一个庙吼，内底写讲唔捌的神吼，阮嘛捌，啊，波罗咧用这个做一个话题开始来讲，我即马甲恁讲吼，恁所唔捌，但是搁咧拜这个。我要甲你讲是啥物人，所以为遮开始来讲起个即个上帝吼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。我嘛用即个做咱今仔日的开始，毋捌，听听这时阵的咱拢是因为毋捌对啥物款的物件，伫个咱的生活经历内底，伫个咱的文化内底，咱就无迄个机会去接触。无迄个机会
有迄个 explore 迄个物件吼。所以咱就感觉迄无，还是啥物吼？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切入点啦吼。到底咱是真正毋捌，还是咱袂记？是咱毋捌，还是袂记呢？我叫一个名，叫陈天长老，丹天啦。咱敢有知影这个长老？唔是哪个？我哪讲丹多的？丹天长老伊就是，1877年吼，伊伫个算讲是第一代伫北部吼，受这个马街博士所这个设立的长老的其中一位啦。丹天，拢姓丹的，丹炮、丹湾吼，伊是第一个北部的长老啦吼，就是基督教传入来。台湾了，马来啊，博士在北部的这个福音，当然南部有马哥医师嘛。北部是这是当天是第一任的这个受啊设立的长老。啊，当天什么来？你看这族谱哦，族谱绿色迄个就是当天哦，当天天。啊，有一个小弟叫丹欢，丹欢有一个后生叫丹雄。丹雄就是阮阿祖啦，就是阮阿祖啦。你看丹雄下骹有一个丹哥咧，啊丹哥咧这边下骹了丹哥咧伊个家伙嘛，啊只空起了陈廷豪这个遗军哦，陈其诺、陈其汉，啊迄当阵陈其，哎那个那陈其诺、陈其，你几个囝你都陈其家啦，还有个陈其家还没有进来。陈其汉、陈其诺，他曾经因为2012年2月16日，一当中，陈其家是5月31日生，所以这是阮的族谱。啊，我想要来给恁看一下，当天什么人我也唔捌，讲实在我唔捌。较早我是读这个马街的迄册，我才知影哦。啊，结果有诶别个人咧研究基督教的这个台湾基督教的历史的时候，才甲这个。看起，我才知影讲，哇！我的阿祖当天是我的太祖伯啊，干嘛呢？就祖公伯是吧？祖公伯是安尼连起来吼。所以到底我是唔捌，我唔捌当天啦。但是伊确实是跟我有关系啊，而且是不知亲的关系，不知亲的关系。啊，特别连信用来的，伊真侪是阮这个家吼，单雄吼，阮的家庭，阮的家族常常拢会做伙组织来孝养单雄，顶多就是我阿祖吼，阮拢会做伙100人的这种聚会，每年拢会一届。啊，单雄顶多伊的个性的时阵，伊的遗言就是讲专家信主，所以阮大概吼。就是这一夜三房，啊，这大家吼，做伙是，大家讲哇，感谢主，真正是，吼，这三房的啦，子孙，大家人拢继续拢纪念列祖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关系其实是真密切，但是我却唔捌丹天，我 personally 我完全唔捌，历史的那个我唔捌，所以我唔捌伊，但是我其实是袂记得伊的，我拄仔讲的。是袂记哩，因为这历史是安尼啊，咧行啊。为阮咧做工作啊，一直落来，传家拢一个听到，阮就无传着，阮就袂记哩这个历史啊。哦，阮就袂记哩这个历史啊。啊，底下阮唔捌，我系一个啊，祖先内底这位真重要的丹天长老，还是伊无忘掉，可能阮只会较。拢无机会咧接受福音，嘛有可能吼、哦。所以，这就互咱去想着讲，圣经内底互咱看到的启示，世界的文明安那咧行，安那咧做，吼、哦，是毋是？毋是咱毋捌这位上帝，是咱未记。伫个历史的顶面，上帝一再伫个历史的中间咧启示，伫个显明，总是咱因为这些原因。咱就
卖起你这个物件，原来是创作的主宰，拖到尾变做唔捌注意上帝，唔捌注意上帝，这是真无彩。所以咱对圣经内底看阿东，上帝安那来创作，啊，经典调啊，那伊个三囝哦，善、含、甲亚佛，一直到巴别塔哦，迄当阵的迄个，我特别听伊个巴别塔啊，因咱今日讲一摆巴别的代志吼。这张图就是一寡圣经学者因所认为的咯，即个含吼，含就是有人讲是欧人的祖先啦，因为伊就是为这个非洲这方面。啊，雅虎，人讲是白人啦，因为是欧洲。啊，善吼，就较中东啊，为这边就是黄种的啦，黄种人啦。所以有的圣经学者是安尼在想啊，在研究啦。啊，特别你也看到迄个阿拉伯遐，顶面遐有一个叫巴比的无？咱有看到？巴比啦，啊，咱个圣经内底讲到巴别塔吼，啊，英文字就讲迄个巴比伦吼，古巴比伦帝国，咱也伫迄个历史证明当中有印象。啊，这张就是有一张多人为迄个巴别塔迄当中呢的前面啦，迄巴别伦就是巴别啦吼，巴别伦吼。啊，遐后壁迄个景观，迄个就是讲巴别塔，伊用画就是讲示意图啊，伊是讲迄当中。啊，咱来看这个图吼，真水吼。真水吼，敢那是迄个五星级的迄个 resort， 真水吼。啊，确实咧历史研究内底吼，有即个诶迄种诶啊，名讲 assumption 讲，迄当阵文明其实是真进步，真进步。啊，咱安尼想，咱嘛知，你哪有可能无迄个文明，你哪有可能起迄个汉尼高的塔？吼，还是讲咱看迄个埃及诶金字塔，伊也无迄种文明。伊哪有法度找迄个石头拢同款大粒啊？安那家己运起吼，即个物件。所以迄当阵其实嘛有真发达的迄个文明吼。啊，用即个图，咱等下过来。啊，为考古学的研究，即个是毋是我的专长啦。总是透过英杰伊的即个 study， 啊，我嘛做一寡的迄个 study 来讲。大概咱为文字来看，统查的目前所找到的器形文字，就是差不多是主前3500年前器形文字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主前三千，啊，中国的迄个商朝的迄种甲骨文吼，咱较熟的吼，差不多1000几年前吼，就是主前1000几年前。啊，第一个。有字母的迄种文字吼，叫做腓尼基字母吼，伊就是较先咱即卖，即个伊是拉丁文的，希腊文的前身啦，拉丁文的前身，到即卖迄个咱现代文字的即种的，拢有受到影响吼。啊，咱来想一个代志，我因为我最近在搬厝吼，阮家吼壁。拢有囡仔画，画来画去嘛吼，真正常嘛。啊，画所在吼，比如讲下骹画，啊，脚顶面吼，起一角真大角，落落擦啊，规地落去安尼。啊，心，我若拢无处理吼，还是讲要来甲阮 fix 的人吼，伊也来看，伊就是讲，一间的囡仔足济。画图啊，个变弄个安尼吼，乱七八糟。但事实是啥？事实迄变我弄的，是我咪会干的，会干我搞的。咔！这些是我，不是阮囡仔，阮囝当然那是。啊，我意思在讲，即个是讲，现在考古学去。对的，因所会使发觉的物件吼，因敢那是 puzzle 的，
去做一个三想，讲可能是安尼，可能是安尼。啊，可能毋是啊，可能就是当时某一个人做啥物，还是讲有一个囡仔真真哦。啊，因为咱要讲气新闻是，气新闻你著敢咧画图嘛。啊，可能有囡仔真真啊，你本来自己是安尼一个梯着，啊，伊边仔佫甲你画一个马啊，还是啥吼，咱毋知影。但是因为伊即个研究做一寡迄种啊，咩讲分析的吼，啊，即统计吼。所以，因为一个最有可能性的迄个商选哦，啊，互咱即卖人会使了解讲到底迄当阵是伫创啥，所以用安尼的观念，咱继续来思考，过来咱要看一点哦。即张就是气形文字哦，你看刚刚咧画图，毋知咱看有无？我咧刚刚有一只咧画一只马啊，一只鱼啊，啊咧，啊迄当阵因为拢爱。用刻的吼，刻伫个石板里面，然后像咱有笔啊，啥来着啥，所以伊都是蛮刻吼。啊，这是差不多咱讲主角3500年前，啊，这就是埃及的象形文，咱可能较熟无？伊拢画迄种画一挂动物啊、羊啊、鹿啊，埃及的象形文。啊，这是甲骨文。甲骨文就是伊伫个迄个动物的骨头啊，吹着的吼，贴伫个顶面的吼，安尼，敢若嘛是伫个画，就是咱咧画图迄种感觉。啊，接着是腓尼基的字母了吼，你看，倒手边就是腓尼基字母，啊，正手边，敢若用 print 出来迄种，就是伊对应出来迄、那个。的字母，就讲到伫现代拉丁文哦，啊，诶，这个字母，即咱大概有即、這个为考古为即个文字的即个历史有安尼明白哦。啊，咱转来看气形文字吼，伫个因的研究内底吼，因就发觉讲，即个文字是一组叫做 Sumer。啊，苏美诶，即个苏美尔人哦，咱个反正苏美伊内所用的文字哦。啊，咱过来讲着讲，迄当阵伫个巴别的迄当阵，伊文明就已经真发达哦。啊，这就是差不多即个时阵啦。苏美尔人就讲考古诶即个观念，讲即叫做苏美尔人。啊，因所讲的话，因所写的叫气形文字。很少共有人就是说，卡里，阿卡德语啊，阿卡里，伊共有话，像咱共是台语，咱写是汉字，啊，因写是气形文字，啊，共的是阿卡里。哦，楔形文字，太神了，另外中文有够弱，楔形文字，阿卡丁这个物件吼，因伫个根据圣经基本来文内面对因真有帮助吼，因为有真侪相关的物件吼。啊，内底伊嘛有发觉讲有真侪记载着创作的代志，讲着即个洪水吼，有啊，讲着一寡著作，讲着一寡祝福等等遮，甲圣经的记载。真有关系。啊，伫个迄个真古早，主前3500年前的迄个时阵，因就发觉讲，这拢有关系。为考古的这个，的角度去看。啊，即落咱去想着讲，圣经创世纪第10章第10节遐有讲到拿阿的后代的时阵，伊其中讲到含的这个囝吼，的时阵伊特别讲到这个代志。伊讲哦，迄个时阵哦，有一个叫做有开始有那后代开始出来时，特别讲他国的起头，其他遐个真侪国家开始是哦，是巴别、伊利、雅各、加米，拢伫个士拿地，士拿地沿途叫做 Land of Shinar。啊，这个士拿。就跟咱多台的苏美尔，因认为其实是同一个地方了、
同理。所以圣经里讲到苦果的观念，讲到迄个树，伊当时用的楔形文字的迄个阿卡林，应该就是这当时的时阵，当时的时阵。你圣经内底有咱看到历史的物件，特别是如果在其实无真济，啊，咱能想到哦，咦，哪阿了？因为咱哪，就是唯一一个，人迄个大水了流落来一个嘛。啊，伊的这个倒来的这个囝的囝孙，其中的有一挂人，因就住伫这士拿这个所在，士拿这个所在。所以，伊只特别讲到一个人，啊，讲韩的囝，有一个叫做郭氏。那郭氏呢，伊个生一个叫宁禄，哦，宁禄，宁禄这个人，圣经讲伊是世间的英雄，第一类啊，第一类英雄啦，吼。啊，有一寡圣经学者就认为讲，宁禄就是伊当时十一章。第一集开始讲要去巴巴别塔，迄个人，就讲伊要去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塔通到天顶哦，啊，互世间人知影讲啊，阮真牛。所以咱个哩记在已经开始咧讲，就是讲迄当阵哩，所有的人的口音拢语言拢是同款，但是。因咧去的时阵，第九十一号话就讲，伫遐变乱了，啊，世界人的口音，有正人嘛开始因为讲袂清楚，分散出去嘛。本来是拢伫迄附近啊，啊就开始分散，所以迄个名就叫做巴别啊，巴别是混乱的意思。迄、那个咱拄仔看迄张图，所以迄个宁禄啊，宁禄。来去想象讲伊起个塔，通天的塔，通天的塔。啊，啥要讲这个？就是讲为啊，咱都要讲英杰伊个研究内底啊，伊就看了讲，即个语言为楔形文字，一直到啊甲骨文，即个吼，也是讲文化的中间，咱看到这些物件，敢那拢有伊真同款的所在。安尼，咱就用去想讲，咱拄仔在讲这历史，啥物讲这历史？其实真侪物件，上帝就是为迄当阵就陪伴启示，啊，迄当阵的人，伊留予伊个子孙，啊，留落来可能了啊，哦 ，interpretation 了啊，无共款，但是不只是，哦，啊，为安尼咱讲啊，上帝其实伊伫这个历史的顶面。伫个啊，伫掌管吼，我想这是咱今仔日在讲的。我来看楔形文字吼，即摆拢是吼。啊，第二章即个吼，有一个讲，即个名字就叫 God 甲 Heaven。咱来看到这两个我考下即个，有两个箭头，往这边吼，往正边，啊一个位下骹吼。这个代表的是上帝的意思，然后教，咱甲提出来看，就是先做安尼，吼、哦，咱可能有印象，英姐可能嘛有咱看。啊，咱先跳过来看吼，甲骨文内底嘛有这字哦，甲骨文内底有一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一点像吼，以及刚刚一个 T。那 T 的是代表士啊，啊，咱也知影中文士的是神字旁嘛，啊、哦，士字旁的是神字旁，啊、哦，就是上帝、神的意思。所以你看，安尼一直对吼，到楷体吼、哦，到楷体就是咱较写个士。啊，第二个，这个吼，这字吼，唔是字啊，这个先讲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看的。这是一个十字架，哦，啊，伫个无同款的民族内底，咱知影十字架是一个真侪种嘛，有诶就是咱较熟个吼 ，cross， 啊，有诶是打叉叉的吼，啊，真侪种，我今日无秀出来，我就秀一个，这个叫做 tau， T A U，
伊是嘛是一种的戏剧家，啊，伊甲这个嘛真像啦，哦，甲这个嘛真像吼。我即摆讲这个就是讲，因为一个伊的研究，我都要讲迄个，未必后壁看头前的时阵，咱会有一种讲，哦 ，realize 讲啊，原来如此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伊的研究就是伊真爱要甲咱分享，就是咧讲这个，即个拢甲咱有关系哦。上帝是毋是伊的这个陪伴，伊的这个 symbol， 为较早安尼古早祖先伊安尼写，去个传落来，大家敢若三秒拢阁会记哩，这个字代表的，这个 symbol 代表的是啥物意思？所以咱先看。第一个箭头吼，咱都来看三箭头。第一个，咱来个动作是圣杯吼。第二个圣镜，吼。第三个圣神降临，吼。啊，甲合作起来，就变成啥？变成上帝，吼。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吼。啊，这是是因着伊的迄、那个。study 讲啊，三位一体，咱即卖在讲三位一体吼，是一个神学的观念。总是刚才真早以前，伊个主前三千万年，可能就是五六千年之前，上帝就安尼个，迄当时阵的人开始啊，讲我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。哦，啊，这确实是咱对圣经内底咱所读的嘛是安尼嘛。耶稣真侪所在，特别哥罗西书讲，即、這个我所听的囝，世界是为着伊创造的啊，还袂在世界还袂大圣之前，就是有耶稣伫的啊，所以有圣父、圣子啊，还有圣神启示啊，为迄个起初的时阵，上帝讲话分开。那就是圣神，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有三位一体那种的观念？所以人才会把上帝自己给写作是安尼啦，这是伊的理解。啊，会去，但讲有一点让我们觉得好像有那个样子。咱过来看甲骨这咱就是这个。这个解释咱都袂看，我想咱拢真熟。教字吼，即字吼，刚刚一个面啊边啊，佮有迄个吼，三位。即个面吼，刚刚一个人安尼吼，拍开吼，吼啊，其实是树啊，吼啊，咱人应该想要生命树。像创世纪内底迄个生命树，一个树啊，人安尼，满有五万的这个树啊，啊，这个天咱会记的神嘛，就是神，啊，咱若甲三个天，甲伊合作伙，接一个，甲手转一个嘛，三个天，转安尼，啊，甲倒起来，啊，佫甲这个树啊倒起来。变一字啊，咱都要看一字无？树啊，啊，遮都三枝倒入来，啊，就想着讲创世纪的时阵，四名树，上帝伫个遐甲咱同在，啊嘛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三个，啊，这字就是后来加古文上帝这个地字，所以为安尼研究就。对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帮助嘛啊，因一个这种对李圣经的态度，就是伊真较无要去了解上帝话，啊，对伫伊所喜爱有兴趣的部分，伊就去研究，愈研究，伊就愈发觉讲，上帝其实出奇妙，伫个历史的中间，伊就不断的伫个留落真济的物件吼。当然，咱不是讲这个是完全所讲学术的论文来着，只是咱的这个
读经的心得啦，但是这个就帮助我本人，我本人讲啊，今后呢，我也是会使像安尼咧学习，为了上帝，为讲哎，啊，好，咱人也是谦卑个，因为确实咱所栽培的是在真有限哦，啊，咱愈办，咱就愈看到上帝是伫历史的中间，伊啊，伫个掌管。所以最简单的几个这个道，给大家跟大家分享啦吼。啊，一个结论就是讲，上帝确实是历史的主宰 ，He is in control。咱都讲迄个楔形文字吼，这个伊就是伫个这个所在吼 ，Ugric 吼，伊这个所在一吹的，伊伫个二次世界大战了，你看我在吹的。你就一个房间内底，啊，就找着啊，内底真侪啥，就是讲到这个迦南迄当阵的做些文化物件，记载的迄个书目，迄当阵的代志。所以咱讲啥呢？咱会有这种研究，因为遐物件找出来，啊，大家人去研究了的迄个结论，哦，大概是伫迄个时阵，啊，遐文化拢有记载差不多同款的物件。啊，咱嘛真写个圣经的死海古卷哦，内底的手抄本哦，是记载伫朱简，差不多200年前、200多年前，伊得到朱，有诶是讲到朱后，还是讲有诶是讲朱简差不多50几年。即个物件哦，你看伫迄个，毋知伫山顶买溜迄种，毋知啥物所在，啊，伫个迄种。大家在战争的所在吼，大家拍来拍去的所在吼，即嘛同款，会使保存，到底有一天有人会使找出来？即下无上帝保守，我想嘛是真 amazing 对。大家人安尼拍来拍去，迄个所在敢袂即个烧去，还是安那？啊是安那遐个物件伫迄内底会使保存遐尼久的时间？直到有一天科技发达的时阵，有人有机会会使找出来，啊，甲研究，啊，就知影讲哦，过去是安尼。所以上帝伫个历史中间，毋是伊伫个历史中间开始，伊嘛伫个历史的过程中间在保守。哦，圣经本身嘛是安尼，啥物咱有圣经通读。为哩，咱知影讲即个新约的历史。即个初代基督徒受着偌大诶即个压迫，秘伫个即种防空诶是倒位，用迄种记号，咱、啊、看迄个鱼诶记号，讲诶，咱要踮倒厝诶，用迄种记号伫个记号伫个啊偷偷啊厝，啊会使安尼慢慢啊。在上帝话一直保存、保存、保存，一直到即卖，咱会使有几多拍种语言，用咱家己所啊真熟悉的语言来读上帝话，根本是有上帝的保守，家己的保存。所以为安尼，咱就学习讲啊，上帝实在是历史的主宰，嘛是伊的掌管。啊，咱就想着为哪啊阿伯来按。某些无事件里看到的，虽讲人无一定啊，遐尼清楚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就是讲愿意接受，总是上帝就一直咧引传引传，降神旨。哦，遐尼个某些上帝颁布十条诫，伊落山的时阵真受气，看到阿伦伊个兄哥甲这个人伫遐。拜金箔，甲迄个石棒削破，上帝讲，那你去找两块，我去写你，亲手写你。你讲上帝，你咱人诶无完全咧，你一直咧保存，身体一直爱记无？啊，拢无人无身体啊，剩我一个啊，大家拢去拜八日啊。上帝讲，我阁有替你来办七千啊。所以这是真上帝的奇妙的啊，的保守甲恩宠，保罗过去是避开基督徒，到底底啊却是啊
基督教同重要的一个宗教者。所以咱就看我拄仔讲的哦，迄个摩西，上帝写字。啊，第二只吼，咱就看到另外一个因赛的吼，上帝亲自写字伫个手板吼，手板顶，写两个，写两个。啊，落一个因赛当中，即个咱拄仔看遐文字。遐图案，敢毋是上帝伊亲身的启示？咱毋知影是毋是上帝写的，但是上帝安尼教咱的祖先，啊，因就学起来，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为讲话一直到文字的变化，为象形，为在画图，一直到都变成有字母的，还是一直到到今嘛，即种。上帝是不是就是那个写字的人，那个写字的人，我们就我们有些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，对创造天地以来，上帝永远跟诚实是明明同在，虽然目睭无通看，但是照着所做的秘，我们就人知道叫人无通提示。咱确实无参与伫迄个创作，上帝创作迄个时阵，咱看袂到，哦，看袂到。伊安那创作，伊安那讲话，就创作物件出来，咱看袂到。总是遮着遮留落来物件，包括文字，咱今日所讲，互咱无通提示啊，互咱无通提示。啊，上帝伫即个历史的中间，伊会保守，伊会陪伴。如果咱一代一代人看到讲啊，确实是有一位上帝，有一位上帝，有一位创造天地、生死性命的一个主宰。总是上帝的计划，毋是干那安尼，伊有一个永恒的计划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透过咱圣经。上帝开始，咱 realize 讲，哇，上帝安那保存这么侪物件，甚至伊在历代中伊所陪伴的人，我想讲有真水的迄个意思，包括不一定是认识伊的人，哦，伊在伫历史中间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，为着是要完成伊永恒的计划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因为耶和华要成做全地的王，迄日耶和华要成做独一无二的名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这是上帝伊的计划，因为是创造主。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讲，因为万物拢是靠着伊所做的。这个伊的前后文，伊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无论是天顶的、地下、地上的、会看见的、未看见的。有位的主管的、掌管的吼，啊，这个执政的，拢是照着、借着伊做，也是为着伊做的嘛。所以上帝永恒的计划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、陪伴伫遐，毋是等天后咱犯罪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再来。伊永恒的计划伫遐创造的代先，就是靠着伊做。因为所有的拢是借的伊，因为伊是三位一体上帝，所以这是咱对圣经内底了，咱搁较清楚的来辨别上帝啥那是历史的主宰。啊，就耶稣基督伫个希伯来书内底特别强调讲，伊是借要照着麦基洗德吼，迄个。天主永远要做这些，永远就是迄个陪伴，咱都要讲陪伴。耶稣基督是上帝，早就陪伴的救赎在迄个所在。所以咱个当然想讲，那阿伯拉罕、摩西，还是保罗、这些先知，因拢是敬耶稣基督，拢是敬耶稣基督。所有一切历史的
五人必然拢是伫个上帝。安尼，咱就爱问一个问题：啊，你甲我咧，咱伫个上帝应允计划内底，咱敢有伫个内底？咱扮演的是啥物款的角色？所以对毋捌到的本地，保罗，我感觉伊是同适合讲即个话人，因为伊就是家己性命安尼亲身经历。今日上帝毋咱来讲话，即嘛是咱今日启文所读的吼，讲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草坪的，是伊手的百姓。反正今仔日听伊的话，毋通下咱的心。上帝透过历史的这些保存，一直咧毋咱讲话，即嘛阁有圣经连绵写伫遐，啊，透过咱边仔兄弟姊妹的分享。伊伫咧跟咱讲话，甲咱讲一个代志，咱是伊的百姓，是伊草场的羊。咱听伊的声，咱是不是愿意来跟随伊？虽讲咱过去检查毋捌伊，可是当咱听了，咱是不是愿意来跟随？亲像保罗，伊是同款。迄保罗伊个题目来证书，啊，用这个题目来。方便的是，伊讲了伊家己的这个心路历程。伊讲我较早是亵渎神，逼别人，侮辱人的，总是呢，我还要帮了人民，因为我是唔是无明白的时阵做这个代志，总是呢，我的主的恩典是激我的方向，和我伫基督耶稣内底有信心。所以等于回头的时阵，你讲卫士之神，伊过去伊就是卫士，即位上帝，总是上帝还佫怜悯，佮上帝恩典还佫陪伴，啊，予伊即种，伊讲伊个是大罪魁嘛，伊即种罪人中间的罪人，啊，上帝也是怜悯，啊，赦免伊的罪，甚至是答应伊，啊。诚济伊个福音个书家，伊安尼心路历程，我想予咱真大个提醒。今仔日咱对着真简单个遮个类吼，见啊，遮讲、讲、讲吼，个即个符号吼 ，T 个符号，啊，遮个咱拄仔读个即个啊，即、這个文字个历史吼，实在着予咱搁一摆想讲啊，上帝。为创造到即卖，伊伫历史中间，一直伫掌管，一直伫保存即个啊，回应伊个啦，啊，为伊伫个啊，因伫个即个历史中间甲上帝同工吼，啊，这是我想是真简单，啊，因一个 study 吼，真丰富啦，我干来提安尼，因为我干来遐安尼啦吼。简单甲大家分享哦，啊，望啊，互大家有互相啊，慢慢来思考哦，啊，特别互我很感动的，就是讲啊，英杰伊目睭无好，总是伊拢真认真咧看遐字真细迄种字典，哦，啊，甲伊 highlight 起来，哦，啊，甲copy，啊，copy真侪文哦，哦，真侪。啊，这是我感觉我家己真见笑，就是讲，我感觉我差异太侪啦，就是讲这种研究的精神，以及甲愿意甲人分享的精神哦。所以我感觉这点是对我来讲是真大的提醒，啊嘛是一个勉励哦。啊也对我其实有帮助，等我去强逼去听下去学习的事情。所以，因为阮就伫要离开啊，所以我等我搁咧回头咧想这个代志，就感觉讲，确实每一项代志拢是上帝的同在啦吼。啊，咱有当时啊感觉，啊，
特别拜佛真无闲嘛，是讲安那安那吼，真侪无同款的代志。互咱会感觉讲，一成不变。啊，但是其实每一天每一礼拜，其实上帝拢足祝福在咱的中间啦吼。他拢真的感谢这个机会啦吼。所以用安尼简单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。啊，佫有一寡时间，啊有问题，卖问我，卖问。总经啊是，总经啊是，还是讲你有啥物 feedback 咯，请咱来知啊。用一寡时间来。谢谢。来，看大家有 feedback 了吗？还是问题？世间无什么民族，然后我们是台湾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什么人？那个其实都是后来的嘛，后来嘛，啊，就比如说九五的子可能，我是九五的孙子，啊，那个故啊，你啊，你就讲，然后周先代像你可能都已经，就像我的那个陈天长老，我都搞不清楚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啊，问你家族就是看纪念个陈长，南雄丁楼。啊，过来，阮囝，什么单上联，阮阿公单过联拢唔捌，就变作是，就是说那个历史的传承，很多时候是，就是偶然的，或者讲有，然后可能这个的突然间变真强啊啥，啊，伊就家己变作执着啊，哦，像圣经讲的，哦，以色列人，现在那是以色列人，你阿哥去到埃及了。伊个上帝个改名个以色列的，啊去别个所在，大家啊，这以色列的子孙，所以遐两个拢叫做以色列人。所以阿伯来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所以我对民族的看法是安尼啦。我当下咱个民族把个事业进入，就会有一点受限制。上帝成为台湾人的拯救，哇，这个负担其实也蛮大的。那个定义在哪？关于上帝的历史，我们得做。好，来，各位，做之生命，生命的意义的记起，宇宙记起之生命，这个有信仰的根基。来，杜博。他说准备的道是真少啦，啊，因为其实伊个真济无同款，但是我想讲就是用安尼来推荐，可能我大概。看一下明白，迄个我感受的迄个你的迄个原意啦，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
我对那个巴别塔哈，似乎从这个圣经上的认识，巴别塔这个语言的混乱啊，还有人类的这个混乱，似乎是一种放权，对不对？上帝对人类这种自高自大的一个惩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把你的语言，他 mix 掉，你把你的语言弄乱了掉，啊，弄乱掉了。那如果从这个观点上来看，语言的分析似乎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。那可是呢，我们经常在我们小小的民族里面，我们会不会强调说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语言，强调我们的语言，感觉上好像跟那个原来那个，好像我们一直在保留我们要记得我们被惩罚，有点怪怪的吧，你在保留一个记得说我永远被罚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然后我们非常的就是说一直强调说我们自己的语言很好很美，事实上它是一个被惩罚的后果。如果说 according to the Bible， 对不对？你是被惩罚下来的那个后果嘛？那我们现在在保留它，我们在强调说我们要继续延续它，是不是好像你在记得说我们是被罚？可是现在好像英文慢慢的全世界都会英文了，也会变成全世界的英文啊，全世界英文都是很普遍的，不管是非洲或者中东，英文都是很普遍的，全世界要回到我起码给会使讲，其实语言统一啊，无唔对啊，电脑的迄个，总是我家己咧看这个代志，我个代志啊，就是讲，其实上帝的你讲的惩罚哦，其实是为了要含糊，要让我们谦卑啊，所以惩罚不一定是坏的事情，先跟我讲啊。惩罚的背后是祝福啊！那兄弟，就像咱爸母嘛，咱要打人是咱的囝，咱其实要爱伊变做好。啊，我家己咧看巴别塔甲这个阿东哈瓦先生去用观测这个爱的因的时阵，上帝讲袂使让因搁食迄个生命树的，其实因为伊爱搁食吼，哇，因就甲咱同款。一直挖了，拢未死。我家己咧看这个代志吼，甲巴别塔的观念，我自己的学习是一样的。咱看咱人吼，你要活长生不死，还是有一个性命？你觉得哪样的世界会比较好？我感觉人爱死啊！哦，人啊拢未死哦，哇，足恐怖的。有够恐怖的！你想讲你妈妈吼，给你念哦，念 forever long， 还是讲你出来一个人，一个伤害一个人 forever long？ 我无讲的，所以我看你讲上帝出来，其实是祝福。因为人也是真骄傲，去感觉家己做的是痛苦的。历史上真多的例嘛，秦始皇，哦，为了要统一，他爱怎么样就怎样，杀谁就杀谁。斯大林，一个希特勒，哦，啊，你这民族做够的，干掉，哦，为了要让人的这个品种更加好。人有咱感觉咱真厉害的所在，啊，确实嘛真厉害。但是伊啊 ，forever 安尼是吼，哦，真恐怖，真恐怖。啊，我感觉上帝祝福了，互恁变换口音。啊，你讲诶，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美的地方。诶，虽然被惩罚，可是还是觉得，唱一个台湾歌，搁真有感动。诶，感觉这是上帝祝福。伊有予咱一个限制，因为这个世界是罪的世界，咱无可能伫罪的世界。圣经予咱启示就是，罪的世界无可能会使有一个 forever。哦，因为 forever， 你感觉你会拢 OK， 迄个足危险的。啊，罪的一个世界就是因为咱感觉咱真高，哦，啊，比较上帝高。
非常能够比赛。恁这种人啊，安尼时阵吼，都敢那咱去想象，敢那撒旦嘛？撒旦伊就是上帝有无一个厉害嘛？吼、哦，上帝嘛无要个马上甲伊解决起嘛？有一个厉害的，啊，这个厉害也是无限的时阵，哇，那足忝的。这是我家己的。我较过去，我嘛唔是真清楚，啊，这是我目前的答案。
这个过去找到的这个 struggle 里面，伊伫咧咱遮用伊个，所以感觉着加对伊的信用不一概的伊个结对个，我讲这足水个哦啊，所以咱会做的一个小的动作，刚才就是诚济某一个人某一个生命。伊伫迄个过程中间，真重要的一个养分吼，所以感谢主啦吼，咱拢有参与应用的这个角度的内面吼，啊，咱就互相勉励吼。当时啊，确实咱有较软弱的所在吼，但是弟兄上帝拢做稳泰安吼。后边你要走以前。我们要说谢谢你，因为你对留学生团契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弄下来很好的基础，希望接下来的人要跟他一样好，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？牧民做得比较好。其实班我都很敞开的，就是拓开了，不管是什么地方的旅游，他马上有那个来我们的社区。对，是。但不过一点，我感觉蛮应该大家分享的。咱即卖语言是问题，看圣经是问题，但是咱的心嘛爱开啊。就讲咱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当时啊，咱也是想过徛伫个咱家己过去的在来的经验，啊，咱无 open mind 的。有当时啊，咱去摕圣经来救助别人，摕圣经来甲人定罪的吼。啊，这是咱嘛爱登记关心的。当然，圣经真侪所在有讲了真明显的真侪代志，总是迄是甲咱讲。所以咱安尼咧反省，啊，莫就定下提醒吼，用像迄间什么人牧师讲的啊，应该听迄个囝无来。我想这是咱的。OK， 我今天到这。